三，市场销售继续回暖，商品零售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。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.2万亿元，同比下降1.1%，降幅比六月份收窄0.7个百分点。按消费类型分，餐饮收入3282亿元，同下降11%，商品零售2.9万亿元，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，增长6.2%。